去春游啦！哈哈哈！哎，哈哈，我会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罗克，快给我起来！休想假扮妈妈的声音来骗我！啊，果然骗不了他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今天要去春游，再不出发就要赶不上校车啦。什么春游？我只想睡觉。春游比睡觉好玩，快起来！不，没有什么比睡觉更有意思的。我只想睡觉。哎，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要是有危险怎么办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不小心弄伤了自己怎么办？报告国王，我回来了。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花花公主安全送上校车了吗？送上车了。话说国王，你今天照镜子了吗？照镜子？我居然忘记了。我的貌美如花的脸！国王肯定是太担心花花公主了。她第一次去学校春游，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而且还不告诉我去哪里，让我连偷偷跟去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了，国王，你可以让罗克带你去春游的地方啊。什么？罗克？我刚刚送花花公主的时候只看到编程猫，估计罗克还在家里睡觉呢。他会知道春游的地点在哪儿。楚浩，你的办法太好了，那我马上去找罗克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样躺在家里看电视是最舒服的了。好无聊的电视节目。变成猫呢？一定是自己出去玩了。算了，约依依、小强他们吧。有标 Q。 帮我接通依依的电话吧。罗克，什么事儿？依依，你们在哪儿？一起出来玩吧。罗克，你忘了我们今天春游吗？啊，忘记了。你不来太可惜了，你看编程猫玩得多开心啊。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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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真的挺开心的。依依，我们也来试试。好啊，我们要去玩了，再见罗克。真无聊啊，还是春游好玩。谁？谁吵我？国王？我是想问一下，你知道春游的地点在哪里吗？能不能带我去？因为我担心花花。带你去春游的地点？没问题，现在马上出发吧。有标 Q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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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都来了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出去一起玩呢？花花就是不想我跟来，才不肯告诉我地点的。我暗中保护着他就好了。那你继续暗中保护吧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不容易抓到小蝴蝶，要是罗克一下就抓到了。罗克说睡觉更有意思，才不屑和我们来春游呢。什么？罗克居然这样说？哼，那他还是不要来了。
这个变成猫乱说什么呀？如果我现在出现，不就更尴尬了吗？不能让花花知道你来了，不是说暗中保护吗？我现在就是要保护他呀。好了，这些蝴蝶我怕他们有危险，我还是先拿去交给老师保管好了。春游能有什么意外啊？国王你别太担心了。不好了，小强，我们一起爬到这个树上看风景吧。那么高，我不，你自己爬吧。哼，胆小的家伙。太危险了，花花，你不能爬呀。国王，如果花花发现你偷偷跟来这里，会生气的。那也没有办法了，我要守护我的花花。哎呦，不要丢。国王，你看呢？小孩子不能爬树哦，会很危险的。我要爬树，放开我！这就对了，洛克，别放松，快跟上。大家一个一个排好队上车哦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游玩了。他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跟我出去！不好！哎呀！国王小心！大家没事吧？罗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陪国王来的。花花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来暗中保护你的呀。刚刚就是因为你，车子才会冲到坑里面的。车子陷到坑里怎么办？罗克，快想想办法。对呀，罗克，不然花花肯定会生我气的。我有办法了。尤比亚 Q， 你帮我查一下，我们校车的重量是多少？啊，是3100千克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尤比亚 Q。变成猫，现在我需要你跟卡布们的帮忙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卡布，罗克，你说吧。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个大型的跷跷板，跷跷板的一边是校车，另外一边是一个比校车重一倍的圆球。已知校车自身的重量是3100千克，车上有10个人，每个人的重量是50千克左右，等于3100加10乘以50，等于3600千克。所以圆球的重量应该是大于3600千克。用跷跷板的原理，让较重的圆球往下压，校车就可以被送到上面的高处了。行，没问题，去吧，卡布们！卡布。让卡夫们变成工具吧。卡夫奔，卡夫远，还有卡夫追，卡夫远，卡夫追，还有卡夫奔，变成喵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，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数学棒变成喵，万能的工具，数学棒变成喵，卡布喵喵喵。对不起，我是太担心你才偷偷跟来的，结果做出这样的蠢事，请原谅爸爸。爸爸，你要对女儿有信心，我长大了。
是的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国王，我们走吧，不要打扰他们继续春游了。卡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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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走什么？既然来了，就和我们一起玩喽。好啊。其实一个人待在家也真的是挺无聊的。是呀，少了你好像没人可擦脸啊。真怀念和同学一起春游的日子。博士也有青春的时候。年轻自由与无知的日子真好啊。现在没有自由，只剩无知了。缪卡，你给我闭嘴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，今天就来谈谈杠杆的原理。在力量的作用下，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硬棒就是杠杆。杠杆五要素：一、支点，杠杆绕着转动的点；二、动力，使杠杆转动的力；三、阻力，阻碍杠杆转动的力；四、动力臂，从支点到动力作用线的距离；五、阻力臂，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。杠杆可以是任意形状，跷跷板、剪刀、撬棒、钓鱼竿等都是杠杆，还有滑轮也是一种变形又省力的杠杆。应该正好了。肉包，肉包，肉包，不要急，都有哦。肉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肯定是被偷了。上午的时候，11点了，应该整好了吧？哎呀，太烫了。我的手被烫伤了，赶紧去处理。出门时看见国王在门口。案发时间就在这一小时内吧。你们说说11点到12点之间发生的事儿。我吗？我想想。排骨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教室里不能吃东西。就这样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。不过我的抹布不见了，不会也被人偷了吧？没人会要你的抹布。小强，上午完全不会做呀。等等，小强，你扔的是不是我的抹布？我地上捡的呀。小强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们继续。本公主做了一上午的作业。对。错，对，错，对，这题是对的。对，错，对，错。停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用了。算了，猫不吃包子。国王呢？糖果伯伯说有看到国王在饭堂外面。我身为学校的保安，每天辛苦工作，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多认真吗？人都瘦了，真是认真负责。就像我们一样。排骨，我不想说。啊哈，不说是不是想隐瞒什么？
我只是假装上厕所跑出去了三分钟。就是你，肯定是上课没吃到东西，假装上厕所，结果是来偷吃包子。不是，不是我，我只是躲在厕所吃了十个鸡腿啊！难怪回来的时候还在打嗝。三分钟能吃掉十个鸡腿吗？正常速度而已。我不信，谁会在厕所里吃鸡腿啊？不是我。等等，排骨不是小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用数学推理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学校课室到饭堂的路程有600米，来回就是600+600=1200米。排骨出去3分钟就回到了教室，那么如果是排骨偷吃的包子，那么排骨的速度就是3分钟1200米=1分钟400米。你们觉得排骨能跑那么快吗？是不可能。那究竟是谁偷吃了我的包子？看样子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那就是包子不想被人吃掉，所以自己跑了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是包子自己跑了，不关我们的事啊。罗克，都放学了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捉偷包子的小偷啊。爸爸都说包子自己跑的，哪有什么小偷。有人进去了。小偷，别想跑！快把灯打开！捉住了，捉住了！闪开我的脚！好好好，这次是真捉住了！我的花呢？我的花呢？哎呀，谁又踩我的脚？小偷呢？国王？爸爸！国王，你居然偷包子！谁偷包子了？你们别污蔑好人！可是爸爸，这不是我呀！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偷包子？这包子真不是我偷的。不是你还有谁？难道包子真的会自己跑吗？别跑！追呀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嘿，拦住他！看我的！有我在，别想跑！国王，爸爸，拦住呀！展现我帅气的时候到了，这个包子我一定接下。
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一只喵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，一只喵数学棒，卡布粘上机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变成喵数学棒，卡布喵喵喵，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数学棒变成喵万能的工具。数学棒变成鸟，卡布喵喵喵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卡布圆，卡布锥，还有卡布棒，变成鸟，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，数学棒，卡布粘上机。卡布棒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锥，变成鸟，数学棒，卡布喵喵。捉住了、包子长尾巴了、老鼠、包子怎么可能自己跑呢？原来是老鼠。早就知道是老鼠干的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？身为学校的保安，我没法承认捉不到老鼠，所以为了面子偷偷摸摸，就是为了捉老鼠。学校为什么会有老鼠啊？可能是没清理垃圾桶吸引来了老鼠。说起来今天是谁值日啊？你、我吗？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，我们一起把卫生搞好吧。好。我的帅哥国王瘦了，可恶的编剧，可恶的导演，就不能给他轻松点的活吗？缪克，你可以闭嘴吧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大包子。没错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包子。包子相传是1800年前因为诸葛亮的机智所诞生的一种食物，是中国的传统美食，一般由面粉包裹着馅儿做成。相传原本有一个人头那么大，经过改良后分成带馅儿的叫包子，没有馅儿的叫馒头，也依据馅儿心的大小有所不同，有中包、大包、小笼包。比较有特色的是天津狗不理包子、上海小笼包、广东叉烧包等。决定了，晚餐要吃大包子。